坤哥吴业坤早前结束 Working Holiday， 由日本返回香港，接受完21天隔离后，已经正式复工。这天他就上节目《我在隔离的日子》，和大家分享当时的隔离生活。对于这次经历，坤哥也觉得非常难忘。本来以为是14天，但是变到现在21天。对，但是很多人说隔离的时间比较很长，就很辛苦。但是就是我在日本玩得很开心，吃了很多，所以就只是很期待这21天我怎样去调整自己。对，就是做运动啊，我拍片啊，直播啊，所以就非常的充实。所以有些朋友啊，妹燕这等等，很多朋友都也有问我，就是有可能会有些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这就好在我就非常的健康，就顺利完成了。对，但是生日就是在里面过咯。生日也在里面过，就是也很开心，就本来因为很寂寞，但是就是生日的那一天有早上开始就晚上睡觉时间都有很多的礼物送上来，就麻烦了很多我们的资源。对，哎呀，走散走落，所以对，谢谢他们。最近有不少新闻指坤哥疑似被雪藏，更被踢出新剧《廉政行动2022》。这天他也有就传闻做出回应。本来是传我是不是因为有什么进了这个雪柜，就没有去拍那个剧，但是其实是可能要准备奥运的一些工作，所以是不能够去太贪心，是两个只能选一个，所以就这个安排出现了，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个这么特别的一个活动，都也挺忙的，希望大家都接受我不见了半年的吴业坤。